现在终于有信号了呀，这是一个龙头，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溶洞里面。这个叫降龙，降龙沉醉。刚刚我们走了一节溶洞啊，这个溶洞里面没有信号，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才终于有信号。我给大家借一个位啊，就像这条龙在吐水一样，吐水一样。太难看了！你现在接了一个位之后，就像反映这条龙在吐水一样。这个龙应该以前可以吐水，后来管应该堵住了。有信号吗？现在有信号了，刚才那一节没有信号。一会儿就马上就要出这个溶洞了，哦，还里面还有这么高，这和我们来的时候走的路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还是在溶洞里面，这一节溶洞呢可能是覆盖了手机信号。这里面非常凉快。现在是在穿越这个溶洞，这个溶洞顶部的钟乳石。这是神秘的地下世界。每人免费拍一张。游客你好，前方是景区免费拍照景点，每人免费赠送一张两寸照片做纪念，同时印出八寸照片给他自愿选购。几百万、上千万年，可能上亿年才能够慢慢的形成如此壮观的钟乳石。这边没有玄关，玄关是在古龙山那个峡谷里面，峡谷的溶洞里面。景区免费拍照景点，每人免费赠送一张两寸照片做纪念，同时印出八寸照片给大家自愿选购，谢谢大家的配合。只要还有水的话，这些钟乳石还会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长。这就是神奇的大自然。游客你好，前方是景区免费拍照景点，每人免费赠送一张。好，下一个注意台阶啊！来，帅哥看这里。大家可以看上面那个，就钟乳石跟下面的就连成一根石柱了，这种就是石笋。石笋和钟乳石连在一起的，就变成一根石柱。古龙山离这其实很近，你就挨着了。神奇的地下世界，神奇的喀斯特地貌的溶洞。这些植物都是只长在灯下面，它需要有光，没光的地方它就活不了。然后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，颜色是灯光打的，是的，这是通灵大峡谷的溶洞。而这个峡谷呢，它最重要的景点呢，就是那个通灵大瀑布，落差188米的落差大瀑布，它的
亮点呢不是溶洞，这个光是景区开发以后打的灯光啊。其实这一片特别的很有特点，这一些钟乳石。其实溶洞里面呢，有些地方空间很大，有些地方呢狭窄的只能过一个人。现在这个溶洞下面有一条地下河，地下暗河，这些呢就是喀斯特地貌的地下的部分，溶洞啊、地下河啊，还有这些钟乳石啊、石笋啊、石柱啊。然后我们看到喀斯特地貌的地表部分呢，就是风虫啊、风铃啊那些。我们走到这个溶洞的出口了，这是这个溶洞的出口。然后这条河呢，从流进这个溶洞，就变成了一条地下的暗河。空间非常大，上面挂了好多蝙蝠啊！我全是蝙蝠。大家看到黑色的那一片吗？黑色的就是蝙蝠，就是蝙蝠在这里安家了。大家看到黑色的那一片吗？就是蝙蝠了。顶部倒挂着无数个钟乳石，哎，这边也有玄关哎。哦，原来这个溶洞里面也有玄关。刚刚有老师提到说这个牙关在这边也有，但是我没看到它。看到在哪个地方？我们终于是出来了，这个洞口这边有很多水在往下滴，真的就像个水帘洞一样。